各位同学，今麦开始上课。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咱今麦之前吼，毕业，确定过一个闭幕式吼。啊，到咱台湾民政府的公务人员，每一个人拢有可能做大官，若无嘛做小官。我是甲你介绍，我是妇女会、妇女联合总会，我是做监尔尔吼。所以若无去嫌的，对我做监就好啦吼。所以呢，咱即马妇女会的介绍唔免吼，就是安尼尔。咱即马。就是讲高级班呢，毕业的时阵吼，咱这条路就是迈向成功的原则。这个原则呢，你如果咱若是无去注意、无去把守，那么以后就比较麻烦哈。咱秘书长有讲，咱回归以后，咱的祖先回归皇帝日皇之后，咱是臣民对吧？那么，咱要做臣民吼，咱爱比日本人搁较日本人对哇？那么日本人忠贞爱国，要搁有，因真正道德观念足好。你看，所有几百年来，因所建设的建筑物伫咱台湾，呈现出来他们的道德观念，到即摆还拢搁足好。你看，迄总统府嘛是呢吼。所以，所有的火车头，所有的建设到今嘛，那就是良心道德。所以呢，日本呢，我来来回回四十年，道德他们是道德廉耻的教育，因无论做一点点啊，会唔对，因拢坦诚来承认以外，佮会道歉，因就是感觉足见笑，所以叫廉耻的教育。道德廉耻的教育，所以呢，咱如果若无吼来注意这点吼，咱予中国人教教安怎？即马是不是乱七八糟？对无吼？咱遮是上好的一阵啦。所以讲，咱遮是台湾的经济啦吼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从我们开始嘛，吼，为咱开始，咱来影响所有的人来慢慢啊来改革。慢慢来学习，咱把咱提升起来。过去不管你是咧创啥，咱即马来要做一个领导台湾的人物，咱一定咱要把自己先告诉自己你是谁，然后咱一定爱比别人搁较好。若无呢，咱比别人搁较含人，人敢要互咱领导？无爱嘛吼，所以呢，真正咱若要成功，咱一定要知道这个原则。这基本原则呢，咱即马年会大家拢有啊，拢一定知影。为什么要搁讲这個？因为咱大家拢无注意到，搁而且咱以前毋捌做遐大滴无？恁以前捌做过官，举一下手一个。哦，一个呢。咱这个吼，阿伯啊，向他学习吼，小敢教一下吼，包括我在内吼，哦，捌做官过的无简单，到即马目前为止，还阁真少人吼，来参加，但是我有介绍到吼，真大诶拢有来啊吼，嘛有迄市长诶秘书哦，嘛有迄三科技诶哦吼，拢足大诶，有哪有去吧吼，人因嘛拢有公开啊，无讲迄个秘密啦吼，所以讲。咱即马一定爱来注意，就是讲，奋斗不断地追求目标。咱的目标是啥物？台湾民政府，咱爱甲台湾地位正常化嘛，是不是？这是咱的目标，所以我们不断的地追求这个目标。跟随秘书长，准备认识你自己，咱家己是啥物款人？咱家己是啥物款人？台湾人吼，毋茫阁讲哦，又是中国人嘞吼，
安尼我会分去了吼，哎，所以吼要立志做大事。咱拄则讲做大官吼，啊，咱的纪博士讲这样很恶心呢，啊，所以我都无爱讲做大官吼，讲做大事。啊，确实咱就是爱做大事啊，因为四百年来，敢那咱这群人要来领导台湾，家己来自治，但是唔是迄个政治。不是政治的自治哦，吼，咱是法理自治，所以呢，将来咱是看日本的邦联还是联邦啦，吼，所以我们立志要做大事，把台湾现在不好的全部来改革。咱呢，就是讲要团结，团结才有力量嘛，吼。像迄太阳花遐囡啊，吼，遐囡仔有可怜无？因足可怜的，他。很团结，咱吼秘书长拿一支笔，尔甲奥巴马告甲无做袂使吼，咱是较幸福的人呢。咱唔免去遐吼熬夜，啊唔免嗲，免食饭，无食饭，哦，啊免过红怕呢吼。啊，所以个法院可能爱关袂，行袂停吼。咱这阵人有一个人去吼，吼警察甲咱讲，还是讲叫去问讲食饱未无？啊，我足爱伊来甲我问，看我食饱未啊？啊，我定爱等，拢无人要来问我啦，足可怜的有影。所以吼，咱就是讲建立自己的信心，奋斗进取。咱一定爱有信心嘛。咱要往前走，如果你若无信心，对民政府的论述，你若如果无了解的，一定都无信心。那么无信心，人甲你叫的不但互扭扭出去以外嘞，吼。各位讲负面的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来初级班、高级班，但是有很多人哈，拢、哦、是先来高级班啦，吼，因为时间的问题，为人吼都要切袂拄好，高级班先来，所以咱爱奋斗进取，免咱奋斗，咱回去就是爱叫较侪人来上课，啊，搁办较侪身份证。目前哈、哦，中央到地方拢这两项工课，这是。奥巴马派予人的任务啦，吼、哦！啊，咱秘书长嘛受到因的要求，要求咱大家拢一起来做这两种工作，吼、哦！所以一定要奋斗进取。那么呢，咱一定爱予人知影讲，你来参加民政府是有偌好。第一，上无你袂阁予做奴隶嘛，对不对？咱一定爱有民族意志。一定爱会想到讲，咱的子孙甲别人的子孙，伫这个土地上呢，咱后摆啊要安怎过日子？有足侪人敢讲啊，即马安尼就好啊，恁是咧闹啥物？我讲阮无闹啊，阮比你较好了。我即马嘛足好命的呢，哦啊，但是呢，你爱甲想，大家你的子孙敢会拢遮好？啊，如果若有一个较戆的吼。啊，对一天会阁烧炭自杀来跳楼吼，无一定有你的份呢。啊，我安尼甲讲落，伊嘛有认同啊。屁，好讲迄，唔是讲你讲，讲无就无啦，迄袂熬劲啦，对不对？送生囝会熬劲，有人甲讲，伊足熬的，要好囝就好囝，歹囝就歹囝，牙臭只，看卖啊咧，对不对？啊，所以咱吼一定吼，一定爱爱。大家拢来努力，唔是讲领导即马拢好，后摆也着保证大家拢装好，所以这是共同的工作哈。来，激发对事业的热忱啊！咱即马吼，虽然咱是诶即个民政府的官员，但是咱嘛是爱甲当作即个事业同款来经营，咱一定要有热忱。咱若是讲吼，听听爱当的，还佫冷机机吼，啊，干唔好？无好嘛吼，所以要一定要有热忱的心，啊，咱安尼重视团队的精神。咱台湾人敢要有搁有迄、那个迄个分离的本钱有无？一定要团结嘛，团结才有力量，对不对？吼、哦，所以讲台湾人吼，啊，过去人讲安那，会胶刷袂一堆有无？啊，咱要做人的成民呢？讲去日本，搁要惊头前，搁要做日本人的安尼机呢？安尼话啊，秘书长敢讲，我拢无啥敢听啦吼。啊，恁做会到无？哎、欸，哦，勇敢，
好，安尼我讲即课都有记得啦吼，要牢牢记住哦。一定，日本人是安那遐重，因就是足团结。全世界的兵吼，上界团结的，就是日本兵。看卖美国都差一点点啊，就是去要拍倒的。伊是迄原子炸弹两粒甲沉落呢，无继续讲。即马无即马的美国啦，是全世界大概拢讲日本啦。所以呢，伊去有迄两粒原子炸弹炸一个惊到吼，总个说无条件投降。但无条件投降是放弃主权权利哦。主权有放弃无？爱记哦，唔通讲诶啊！伊人足侪人嘛讲伊放弃啊！你搁啥物讲日本诶？恁凊彩讲讲诶！诶，足侪人会敢吐槽对唔对？你讲是管理权放弃，土地要过后啥物人啦？啊，伊若讲诶啊，人中华民国来住遐久啊吼，就变因诶。你讲安尼，我即马去要来住恁兜，住久着我诶。哦，啊！你若有答应，你讲的这句话，我就甲你相信啦，对不对？都带故都中华民国个呀，啊！无中国嘛，讲伊个，对不对？哦，所以讲我们讲话一定要知道法理。你若知影法理吼，去用剑袂倒啦吼，啊！若剑会倒的，拢拍电话给我，换我看伊剑吼。来，来养成良好的习惯。人日本人习惯有够好无？伊好甲安怎好吼？那我比论一项得啊！我即马吼来台湾民政府，我拢咧巡便所啦。日本人入去便所出来，伊唔敢予人看到讲有一滴，你啊淡淡还是沾一个姿势，一定捡甲好势。无论对一个场所，公德心非常强。出来你绝对吼，你安心甲坐咧拢无要紧。咱台湾喏，你都要注意呢。吼、哦，出来莫规裤底拢澹澹哦，吼、哦，对无吼、哦？所以呢，公德心，因为他们良好的习惯吼，真正会使予咱借鉴。所以我们以后是跟日本是邦两啊联邦，我们拿的护照呢，即马最近要来发啦吼、哦，就是反那个琉球嘛返还模式啊，就是甲奥基那瓦款的模式，即马美国就是讲，您爱依照哎琉球的返还模式。那么呢，咱所有的习惯，日本人呢以前嘛讲，哦啊，日本人歹家呢，我开始要予日本人管，吼、哦，有的人讲啊，我甘愿要予中国人管呢，我有熟悉一个。蔡奇啊，奥巴马甲我讲安尼，我嘛无爱予美国啊管，嘛无爱予日本人管。啊，你若讲啊，无你上好嘛，卖予恁老爸生，你选王永庆做恁老爸嘛，这敢会算计？迄主权咱扛起即块土地，啊，古早咱的祖先也免要去办官庄，啊，人清朝都甲送予皇帝去啊，人都办官庄啊，啊，你搁住喺遮啊，啊，迄条那你本的阿爸，你要安怎选定？袂当嘛？啊！你美国人伊都占赢，人伊有占领权嘛？占领不能移转主权，但是他继续可以占领啊！吼！啊，所以讲，从占领讲，佫足济好处。秘书长讲吼，继续占领呢！吼！啊，咱拢免纳税金呢，啊，佫若无钱，伊佫爱敢翘的兵，对唔对？所以爱继续吼，互伊占领啊！吼！啊，咱都爱学足好的这个习惯，佮日本人同款，足团结。尽忠爱国，对不？忠贞爱国，因为忠吼，啊，咱台湾人忠拢共合作教，对不？讲义不教，对不对？这是虽然足歹听，但是伊是该标榜讲啊呐，日本人有够忠，吼、哦，所有动物啊上忠就是教，所以呢，咱一定要忠贞于。天皇以外，咱就是台湾民政府，我们的秘书长带领下，咱每一个人不但忠，爱搁再结合团结在一起，我们才会有力量哈。来，勇往直前，永不停步。我告诉大家哈，我参加十年了，头爱五年哈，我较无参加活动，后壁呢三年半到今嘛。
没有一天停过脚步，你们相信吗？相信吗？感谢哈、哦欸！我晚上做梦都还爬起来、哦、在做民政府呢，敢没相信？因为我想到都爬起来笑笑的，搁在困啦，是安那？啊，过去吼、哦，你做功德，你知无吼、哦？无论伫咱什么什么福利事业诶团体，还是讲你是伫个教会的服务吼、哦，我过去天主教病院啊、哦，啊，搁在伫迄、那个，咱拢爱付出嘛，做功德是毋是爱付出？啊，然后啊，咱讲后摆啊，搁有挂行做啦，安尼有欢喜无？有欢喜替家己拍一下抱啊者啦，吼、哦。啊，虽然我无想要做官，我甲秘书长讲，我做官就好吼，嘛做甲足欢喜的吼，拢有法去咧学讲话的机会，嘛足好个福报啦吼。啊无啊，以前我足含慢讲话呢，啊讲袂面红讲讲，我即马雕工挂一个红红，互恁看无？吼、哦，啊因为安那，我较早是开刀房啊，啊反正啦，伊无拢甲煮哦分去，要搁含伊讲啥，所以我拢无练着讲话呢。啊即马开始咧学练讲吼，啊所以咱。来参加这拢足福气的，热心积极的态度与实质的信心。咱人呢，你会讲你的态度是上重要的。那么每一个人如果做事的态度吼，啊无好的话啦，绝对代志做袂好势啦。哦，所以咱的态度就是爱积极进取嘛，袂使讲消极的话呢。哎呦，够有影，啊咱是有影有激情无啦？还有人会说这样呢，对不对？尤其如果初级班没上，来上高级班的，还没听到这么多的人，还是很怀疑。不过呢，我在这里可以简单说明，我们绝对接近，是怎样？取消征兵嘛。美国白宫网站呢，当因中华民国跟这个中共啊签F 法的时阵，因讲因会搁发的时阵吼，叫做和平条约，因都已经统一啊啦，无敢讲，咱台湾人唔知尔。那个美国的白宫网站吼，中华民国马英九总统那几个字就没有了。嘿哦，三军后勤部队取消啊嘛，行政院新闻局取消。当我们两年前要刊登报纸的时候吼。无一间报纸也要敢收啦，唔敢敢广告，惊去哦！流亡政府改出帖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毅然决然请美国改指示，行政院新闻局不能有。即马敢那伊用澳博啦，敢捞一个 NCC 咧管电视台啦，所以即马电视台拢讲假啦，拢还佫讲因伫执政，因佫外用，因还佫外济兵，迄你拢唔通看，看拢互洗脑去啦。所以这个 NCC 是中资啊，啊，那么行政院新闻局老早就无啊，咱已经看过报纸十几遍，包括去年的2月2号，咱美国《华盛顿邮报》，我们向全世界登报纸，以报啥啊？咱的秘书长讲，奥巴马你在做什么？你知无？安尼那用无？有用无？什么人敢讲奥巴马你在做什么？敢那咱秘书长甲咱干尔啦吼！所以吼、哦，咱有信心一定会接近。搁足济呢？洪仲秋的代志知无？洪仲秋是毋是发生敢会为着死一个咱台湾兵啊吗？咱无遐，咱是拢做因的奴隶呢，咱无遐嚣掰呢。伊的军事法庭停掉对无？军监停掉对无？啊！即种人侪拢敢那讲这条，恁都有法度鼓舞人来办身份证，有法度无法度敢那听这条种人侪嘛？其实，在我们刚成立的时候，哈，水源刚成立的时候，有一个事件，叫做刘珊珊事件，有无？美国讲伊要做什么大事？美国告诉他，你没有豁免权，因为你不是大使，就告诉台湾人讲。伊迄个流亡政府根本就是唔是国家嘛，咪政府啊！啊，咱阁比比错呢。阁有人问我讲，啊，我若来参加了吼，啊，我要出境要去外国，唔知晓掠去无咧？吼、哦，那是安尼想吼，你甲报讲，迄、那个国会主甲报的，你先去掠伊，才掠我，好吧？吼、哦，
啊，那袂人甲我讨名片啊，叫伊先来抓我吼，好唔好？吼、哦，所以唔茫惊啦，吼唔茫惊，因为你那是法律，有了解绝对袂惊。我迄三个月的拢带我去总局去啊，共拜访呢。哦，迄去大家拢甲我敬礼呢。吼、哦，台湾民政府讲，你即马要来参加无？啊，歹势啦，你那摕到证件，我随时停落去。阁有移民署的呢，安尼有大无？啊，阮都敢去迄落，阮都啊，阮拢甲问讲安那。我阁捌一个调查局的吼，李登辉甲李秀莲的朋友啊，我讲长官你是要来聊爱食饭哦？讲人家无爱插你嘞，你要食饭你爱家己叫哦。吼，伊讲哦，即摆啥物档拢无啊，敢那村恁即档上该用啦。我讲阮毋是档呢，确实了，阮是政府了。伊讲，好一个解恶嘞，个尾啊拢翘起来嘞吼，所以呢，早人因拢知啊啦。伫马英九要袂选举进前，伊就知影讲，办身份证，你若乌白办吼，办五张吼，就甲你判死刑啊，个连办一千张哦。哎呦，哦安尼你真正知呢？迄阵阮真正拄拄啊办一千张啦，吼伊拢知影呢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咱绝对是合法，合法会当个你四界挂政府哦。哦，伊若要甲你调查，我输你啦吼、哦。所以讲，果断不恕，武断完善的人格，愿帮助他人成为成功。这就是咱的团队的需要吼、哦。那为什么是果断？果断，你有果断力的人吼、哦，他的 ZQ 非常好。就是讲，你当要决定一件事情，你就知道后果是什么。你唔是讲无缘无故安尼讲阿沙利好，我即阿沙利的吼，迄个做武断，我马上答应你。好，武断是还不知道后果是好不好？那么果断呢？它是后果一定很好，所以呢，要有完善的人格，愿意帮助人，因为咱家己已经成功啊嘛，咱已经打入了这个台湾民政府里面，咱就是进到。成功的圈圈里面，咱爱带领别人再进来，吼、哦。所以讲呢，咱一定爱有完善的人格，啊，愿意帮助别人。啊，像我讲姑母吼，人拢有话嘛，要甲我问讲，恁姑母一个是偌济？那未歹谈，我嘛要来斗姑母。我讲确实嘞，阮讲姑母，阮拢个爱倒贴，吼、哦。啊，倒贴吼，安尼也会好。哦，足会好诶，喏，煞袂好。后摆啊吼，我若做将军，我会得足侪兵吼。你若做排长、甲做连长、甲做营长，下底诶人无共款，对毋对？啊，你愈侪人，着做愈大，薪水领愈侪，较袂好。咱搁再领迄个无形钱，搁足大堆呢。我是甲人，阮诶朋友讲啊，我干那要趁安怎？趁我印一个名片，讲妇女联合总会总会长郭伟珠安尼，迄张名片我甲搭来遮吼，互阮的囝囝孙孙讲，啊，阮阿嬷、阮阿祖阁做过总会长的，安尼就够大了嘛，对不对？太爱搁啥物钱，啊，啥物钱咱嘛无一定爱大家趁，啊，但是后摆恁唔趁嘛，人嘛未放恁过啦，一定会寄乎恁啦，安尼有好还无好？半暝也像我安尼爬起来笑啦，对不？做功德阁有几项领，全世间无人有诶呢。做功德拢嘛爱付出诶，对无？拢嘛爱掏腰包嘛。哦，啊，所以讲吼，爱帮助别人来成功，唔好讲哎，我家己去嘛做大官都无呢。啊，我叫到要死啊！即马拄我叫一个阮即个孙，阮家吼也有做议员诶，有啥拢叫袂去嘛？吼吼，啊，即戆戆对我来伊较有福气啦，吼、哦、吼、哦。啊，所以讲吼，要有冒险的精神。安怎这冒险精神？你真的知道危险，你就不会去。但是冒险是讲一点点啊，还没有明显以前啊，你都敢去吧？吼、哦，这就是冒险的精神。为人讲呐，我就看甲明明明啊，恁去做的，那有影我正去吧？迄吼摆伫咱后边吼，迄老鼠啦，我讲吼，啊对不对？啊，敢冒险的，咱先去吧吼。先行者领较侪，还是后壁来的？即摆秘书长讲吼，咱就是老番薯啊嘛，人咧老蚵啊，咱老番薯啊，吼、哦。
啊，本来讲要考试吼，以前我的秘书即马升到偌大呢，副主席，伊嘛要对要考试呢，我讲要考排名个，咱这老番薯啊吼，保送啦，对不对？啊，保送啦。有良好沟通与解决问题的技巧，这很重要。咱一个群体吼，咱以前是小家庭，即马是进入大家庭。人讲啦，人啦多，话就多，对不对？对。话就多，那么沟通就非常重要。解决这个问题的技巧吼，我到即马学也未会啦，所以我互相来探讨。那会用讲吼，你足好做人，举一只手一个，拢无人嫌的，举一只手一个，好无？有无？有人讲做天公都袂定人意呢，我一直朝这个目标讲，我若行到底，大家拢笑眯眯吼，拢袂看我勾心斗角吼。奋斗好几十年呢，你知影我即马几岁无？还有人甲我嫌呢，所以我拢计唔甘愿往这个目标吼，一直落，所以我。就大家来奋斗，吼！因为大家若拢总做好，可能我较早，我后摆啊吼受伤较少嘛，对不对？整个环境大家若好来好去，足好，每一个人受益，对不对？啊，无对一个人要防斗争，唔知啊，是不是安尼？啊，台湾人即摆去学着迄中国啊遐吼，哦，足好，大家吼，你知吼，你有防得着无？我顶我拢一堆一堆呢，恁有看无？哦，所以哦，这很重要。所以呢，如果有问题的，你要怎么解决，是一个技巧。我拢讲安那，这句话恁拢爱记起。以后我们上班，不管几年，在哪一个单位，懂得保护自己。哦，这还蛮足深呢。这嘛是咧，兴农会的家家呢，因含迄个国民党的官员吼。斗争几十年退休下来告诉我的，伊讲懂得保护自己，我是讲安那拍雷拍雷，较袂着枪，吼。咱的即马吼，我们的习性非常不好，学甲习惯足歹，所以呢很容易受伤啊。尤其吼，像阮这伫病院上班出来的人吼，有够戆的啦，真正有够戆的。啊，足滴嘞！阮拢无去想啥物啦，啊，若看到人就讲紧要来甲救我，我安尼尔，以外拢无咧想啥啦吼。吼，即马出来吼，跌跌撞撞吼，我认为讲世间吼，即个学问上重要，安尼啦，安尼有严重无？足严重嘛！所以咱社会上歹台湾吼，没有水洗心呐，闲啊，但袂进步，袂讲娱乐。你若讲这个人介好无学到伊吼，伊就讲十句甲你反驳，讲伊有外卖拄外卖。我想安尼话啊，咱这个社会是安怎在破病啊？吼，学到别人袂使啦，啊，拢唔捌在讲学到，绝对逐项都嫌，啊，你要开始进步，你讲嫌绝对人嘛无会看你做朋友，啊嘛无，啊，但是呢，爱拄啊好得好啦，我讲学到嘛方嫌，讲安尼目睭甲你看。你想我学了，唔知要得啥物利益啦？啊，所以，这就是心理无正常呢。你应当讲，人若是甲你学了，你爱接受，爱有感恩啊，感谢我还要继续努力，我还要继续进步嘛吼，爱顾客嘛。啊，但是唔是呢？咱台湾人吼，袂讲学了，拢专门在嫌这，我都足济啦。所以是非为什么那么多？就是足个讲嫌的啦，啥物代志拢讲伊上敖尔呢，别人袂使敖就对啦。啊，那敖吼，你若伤敖，你就该死哦，对不对？吼，安尼要安那会进步？尤其咱这阵人呢，若是搁安尼搭来搭去，到时间行来治国。我希望我们台湾民政府大家同心人吼，就是一定要牢牢记住，咱袂使搭来搭去，咱一。爱同心协力，大家一起来奋斗，好不好？好。培养一批能负责、有担当、能有干劲的人，且会有资源力的人。就是当你进来的时候，你一定爱培养一挂你的人。秘书长讲，军校即马一个人爱叫八个嘛，
你才有左右手。所以你爱，你爱有人后摆甲你斗帮忙，你一定爱栽培人，而且扩展咱的组织才有帮助。然后呢，吼，会担当的啦，卖迄个讲一个啥拢退后边去的吼，啊，当人做好啊，佫撞出来迄个啦吼。所以呢，有干劲，而且有资源力，就是讲会甲你协助的人。所以咱一定这足重要。当我们要到哪一个单位去服务，不管你一定爱有你的左右手。那秘书长嘛是讲啊，你吼那家己吼单枪匹马吼，无三工就往滚出来，对不对？啊，你那是你有左右手吼，人讲三个臭皮匠，一个诸葛亮嘛。啊，所以咱就爱有这个资源力、有担当的人吼。所以我布置千几个啊呢，还可以吼。最近吼，我有进去网站吼，竟然讲吼，嘿，李老师甲我讲啊呐，姑人妈了，台北吼有要甲你挑战呢。我讲你莫叫我姑人妈了，太老了，我不喜欢这个外号。你叫我虎姑婆就好啊，虎姑婆，嘿，姑婆就是无嫁，还佫足老啊嘛吼，安就好啊。讲要甲我挑战，我讲好啊，袂来啊，吼，要甲我挑战呢。伊讲啊呐。我叫了伤济人啦，我讲，迄若我做传直销啊，我超过5000人，啊，那这民政府阁愈歹叫，啊，所以我知道你们的困难，所以我拄则讲的遐个即、這个，咱的见证吼，就是咱的政绩啦，拄则讲取消什么，取消什么，你把它记起来，你讲，阮做安尼有够力无，互你评判一下，有够力无？会当做遐济项，三军后勤部队嘛，拢还取消啊！安尼还阁无够力，啊无你较贤换你啦，吼！无咱换来甲聘请伊啦，吼！那嫌咱含慢的，咱换伊啦。要充沛的精力与进取心，你有充沛的心，你即马即个充沛的精力吼，要怎么来？咱人呐，有信心的时阵，你的力量就出来；无信心，会总会无力气嘛，对不对？那么信心是安那，都回来我们的台湾民政府总部或是我们的各州，你去充电啦，吼！你拄着啊吼，听听，哎呦，即马秘书长阁发布什么新闻？最近足济嘛吼，阮等十等吼，等甲拄啊奥巴马阁去找天皇啊，安尼有等着啊呢？别人拢无感觉足欢喜，我都够欢喜讲。等十年啊，竟然奥巴马去找天皇啊，要什么赔偿金啦、啊？伊煞唔免准备好，但是迄因无说明咧，咱爱知影。伊要摕这个赔偿金，战后的赔偿吼，日币贬值，谁知道？举一下手，日币贬值，我就是要救伊的经济嘛，无伊要摕钱要对退啊，无日本吼、哦，伊的灾害那么多，也是很困难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上无呢？钓鱼台一个油锅烫到吼，台南的关店遐，啊，若无的嘛，美国嘛爱分一杯羹，对不？来开采啊，看分几趴，美国嘛是够有利益，所以唔惊讲，人秘书长偌好心咧去甲迄个天皇讲，隔壁迄间厝过恁的，伊拢无爱哦，伊讲啊免啦，阮收一个，无人安尼啦，所以吼。因派迄个前国防部长来吼，39期就来啊，恁入面来底当看，等起这样叫安倍晋三起来呢，一步一步我们等到现在吼，3年半，我感觉足紧的啦，而且吼，我们很佩服秘书长吼，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攻击，伊拢气力不摇，我足学到伊的，我讲我互攻击还是互骂吼，互嫌吼。我阁会斗分人听呢，我是袂跟人当面冲突冤家尔尔吼，伊从来不回应你讲啊，了时间啦，向前走啦，莫去插黑啦。哦，我若无插，感觉真艰苦嘞，对不对？大家嘛会插嘞，所以吼，人迄人就是讲，真正是无共款啦。我拢讲伊是啥呢？台湾的曼德拉啦，是咱的国父啦，对不对？
改掉坏习惯，养成好习惯。都只讲养成好习惯了嘛，那么坏习惯一定爱改。咱过去吼，哎，敢那内底有一个这个大哥做过官尔，村内人拢无嘛，所以我们都很随性。啊，咱拢清清采采嘛。啊，即马出去吼，但是代表我们民政府的成员呢。那么民政府就是要来建国的呢，所以呢，我拢建议大家人讲吼，啊，你回去吼，衫裤爱穿个无同。人讲人要衣装嘛，神要金装。啊，你一天吼照镜照三遍，安尼我有升大官无？照看咩无成吼，爱打扮较成呢。你唔免制服，你安尼穿咧，我有升大官无？啊，最好有祝福你就穿一下，像我这变形的也很像嘛，对不对？吼，变形的比较花俏也很像嘛，吼。上无嘛是较卖遐花安尼啦，吼。啊，你家己看讲安尼，我有无相共无？那么朋友出去吼，你唔免甲伊讲过，伊就问你，哎呦，哎，啊你即马是安怎食唔对药？啊无是安怎开无动？你是中大乐透哦？啊！你免讲过，就讲啊，好康爱看你卖无啊，对我来啊，我就安尼甲叫来讲，来你若无佮意，我甲你出车钱转个。啊，若佮意，你家己出，拢嘛我叫来。啊，开头佫讲甲甚物话哩，讲一大堆，啊，佫提几波，佫讲袂好势，人拄一句啊，我佫变翘翘。哈哈，啊，就唔免啊，讲我即摆足好康，你要对我来看物啊，开一下车钱来看物啊嘛。啊，一个来若讲哦，要收啊。初级班、高级班，食饭甲住吼，六迄个万六块，啊，共食二十顿，阁住四暝，啊，阁有通好做公务人员，啊，看伊要互咱出来，伊要出来，我带来无一个要互我出来，吼，啊，若无讲互我出，我有哪甲出来，啊，结果拢无一个要互我出来，啊，若办身份证呢，1000块，我讲会使啦，你看我签签的吼。50000人内底吼，1000块我若出吼，咱执政的时阵吼，5000块的消费券给我得啊，我要赚一间小套房啊。秘书长讲，哎呦，唔通哦，唔茫安尼赚哦，我是咧讲笑的尔呢，大家都嘛唔好出，对不？先靠有遐戆诶，所以咧真好讲啦吼。啊，咱讲改掉坏习惯，就是讲，包括咱的仪容，包括咱。行事坐卧一定要像个样子吼，所以讲人过去日本吼，哎，阮16、17岁的时候，因有个世建会嘛，对不对？世建会吼，他专门做教育，查某人甲做衫、擦灰、走台步，怎么样吃饭，怎么样做，怎么样睡觉，各项规矩拢甲你教好好。啊，咱即马拢无这种教育嘞吼，啊，所以吼，我就是妇女会，因为我们教育在妇女来打基础比较容易，尤其恁家若要讲爱有好的子孙，恁家有囡仔要中状元，一定爱有好的女性嘛，吼，所以由我们妇女会，我们慢慢来推动，吼，啊，所以讲。足侪人讲，啊！你妇女会也毋是官，啊！你吼是迄啥物民间团体，拢甲咱迄即马外口中华民国咧比方，哎，我们是台湾民政府初级班、高级班，秘书长都讲公务人员，啊，是安那个变啊？那有个在民间团体，拢乌白中伤嘛吼。所以呢，尤其是咱妇女会负起足大个责任，所以呢，嘛是足勇敢。哎，我有一天。我甲秘书长讲，当我们女生比男生多的时候，我们就执政了。即马有无算话麦啊？因为连族人拢种出来，迄都无简单啊啦！族人有够无用的，对不对？而且很多女生较无胆量嘛，查甫的冲冲冲，查甫的较有勇气嘛，啊，查某的较无人。哎，阮翁学伊去乌白枪，啊，若无我嘛，阁甲囝顾好好，老爸老母顾好好，两个拢去对无？啊，即摆我看，毋是两个拢带出来，含因囝孙拢带出来呢。安尼，咱要节省钱，足容易啊，对毋对？较早吼，安尼看，规顶拢白头毛的啦，即摆拢乌飕飕啦，
哦，安尼就是要成功啊嘛吼。啊，所以咱就真有进步。啊，咱把迄个改掉迄个歹的习惯，坐也好，讲话也好，姿势拢总爱注意，唔好阁行行阁卡屁吼。吼，哈哈，哦，啊无你阁食饭两个，阁食薰一个吼。我们出去现在的形象，代表民政府的成员，一定爱注意的哈。哈，咱家无吗？哦，日本人吼讲夭寿啊，恁台湾有够用，安尼规抓拢配花配规抓，安尼阁有法度行咯。吼，哈哈，我做我伫台北开齿科，拢做日本人诶啦，因讲话笑到我要南北倒吼，讲有够用啊，规。行规逝路拢咧配血，阁袂晕落啊，毋免送急诊啦。啊有影，真正足用的啦。哎，进步认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界限问题啦。就是讲，咱来参加这个咧，因为足有意义，咱再来嘛。没有意义的事情，为今嘛开始啦，不要浪费我们的时间。人若伫遐咧讲负面的吼，爱是讲哦，你这无好，要由咱去对的吼，包括你的时间吼，拢不要浪费在这个无意义的事上，啊，没有意义。对，你举例这着，你即马吼，脚无手无吼，佮甲引来，佮继续伊搭配呢，即马拢敢办三顶呢，毋是两顶尔呢，要起偌济就起偌济，对无？油要起偌济，石油要起偌济，两面夹攻，这是中国的政策啦。伊即摆讲安那，我捌一个教授吼，25年伫中国啊。伊讲吼，我不知道你们台湾是怎么样啦，但是吼，我就是安那，叫所有的老板薪水拍互足低，互恁领足少，而且更严重啦，两个人领一份薪水，你做两工，我做两工。你做两工，我弄两工，本来40000块，本做两个人讲安尼哦，这失业率不高啦，吼，啊，这欺骗人民啦，吼，欺骗社会。伊话安那，老板一年赚几啊百亿，伊讲你降到最低，啊，剩咧摕来咱两个分得。我讲安尼有理无？有冤枉无？确实是这样啦，恁无去注意到尔啦。哦，因为我过去我是世界战略协会，是经济研究员，而且心理研究员，伫蒋纬国来对战略协会哈、哦。战略是一般每一个政府、每一个国家都有政治、有军事、有心理、有经济四个层面，我们当官不能不知道。但是没有人去讲心理啊，心理这个层面是在媒体啦。咱的报章杂志啊，看出来在甲你攻击，要甲你试探，那叫心理作战啦、啊。包括咱的人，爬起来，你面对的什么款人，那也是一种战略，也一种策略，心理战争嘛。你查甫甲查某，翁甲某，我今仔日讲这句话的后边有啥物好用？那也是叫战略，那叫心理战略。每一个人的心理战略机制要好，啊，卖讲讲到迄吼负面的，还是讲你不值一言吼，无甲达一箍银的话，绝对不要乱讲。所以咱的嘴，人讲祸从口出嘛吼，啊，这病从口入啊，所以讲。咱做官员的中间，做公务人员好，做事也好，咱的失败拢是这个嘴。咱的嘴呐，讲了有适当，讲了呐有价值，咱人都价值。你得到的这个果报就很好。你如果这支嘴乌白讲，你讲对，你声是足大的，安对不对？有认同无？吼、哦，所以呢。我即马惊敢唔敢乌白讲话？吼，以前我足爱开玩笑的呢，啊，即马开玩笑嘛袂使呢，吼，乌白开玩笑无价值的，咱嘛卖，吼，来要承认错误。咱即卖人有承认错误无？拢硬拗对唔对？尤其吼，咱有讲一个故事讲。
啊，有一国的医生讲，因的技术足好。啊，伊即马吼，讲迄个手断去吼，车祸手断去，啊，家摕去家接接的有无？啊，讲弹钢琴得第一名嘛。啊，佫有一国的医生讲，啊，阮的嘛车祸，啊，阮摕鸵鸟的脚来甲斗咧，阮嘛是去赛跑得冠军嘛。吼，迄个故事有听过无？啊，咱台湾人，咱台湾讲吼。医生搁较牛，啊，脑吼脑浆都跑出来，摕一个滴个，诶，脑甲倒落，即马伫做咱的总统，对唔对？啊，哦，啊，迄因后伊敢捌咧承认错误？唔捌吼，讲啥拢伊对的啦。啊，讲迄个鹿里面耳朵的毛嘛对，伊嘛无咧回事咧。啊，从来不认错啊！吼，咱人勇于认错，那做唔对，讲啊是咧，歹势啊，我唔是刁工诶，我相信什么都会化解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人因日本人吼、哦、口头禅啊，无论当唔当，伊都是水马线，啊无就是五面阿塞，五面阿塞是请原谅我，我曾经伫咧大路看到车祸哦，安尼撞咧，我都拜去有车撞着，我都拜。爬起来，甲迄台车讲，我没那塞，安尼一直我没那塞。我讲哦，咱阿姐吼，脚甲安尼，嘴角拢破啊，伊还过咧我没那塞。我讲，你本人来遮戆，伊就是讲安那，我吼，甲你定着咯，啊害你撞着我。安尼呢？啊，你要相信无？我伫乌基那瓦的路上啦，拄啊，迄刚讲要去迄个珍珠的代，珍珠的迄个代理商遐吼。刚好就看到这样，哦，我讲那台湾袂得啦呢，所以即阵吼，咱若无改变吼，我们很多人会受害哦。我曾经大路看过也几若遍，倒伫路吼，几十台的车，无人敢去目睭。啊，我有捌一个凤山的警察吼，走落来讲求方，各家法院惊到无爱行，后来叫他赔偿呢。咱的人良心道德伫对呾，人落来甲你救，你竟然。找无人，一直赖那个救你的人，安尼敢会使？所以讲吼，良心道德一定要自在人心呐、啊。所以呢，咱会形成个安尼讲，人倒伫遐，咱莫甲想讲黑拢别人哦。哪一天呐、啊，吼，轮到水的时候啊，你袂使讲无咱的份呐、啊。所以一定要风气习俗一定要改变，思想一定改变，袂当讲自私自利啦。而且哈、哦，硬要呢，啊，我的朋友拢甲我讲一句啦，讲，吼、哦，啊，你若安尼吼，是要讲钱唔食药哦？台湾边安尼呢，要讲钱唔食药啦。我十四岁就去带 X 光吼，伫做牙，迄五外科的迄、那、条、個，即摆吼骑车拢调工，互你弄一下吼，倒倒遐全身要检查，甲看连切伤也无，啥物拢无，脚踏车倒落尔尔。全身检查，我都讲好，你来挂号，你在这听，我就该揪迄个人吼，揪迄个台湾人讲，你赶快绕跑，无等下你付不了，你知无？我迄阵就救有够济人安尼，就是伊要全身检查，刁工红 A 一个，就要去做全身检查，爱付偌济钱，你知无？迄阵啊，我的薪水才200尔呢，啊，全身检查几啊千呢？啊！拄啊，规工规冬拢免食饭啊啦，吼、哦！所以讲一定爱勇于认错，人一定要道德标准要出来，吼、哦！一定爱有良心啦，吼、哦！强者懂得如何控制自己，掌握最佳的时机，做出最正确的判断。所以讲，当我们在做事的时候，后摆你咧做。去做官也好，去做公务人员也好，还是讲为即马去也好，咱就是要懂得控制自己，唔是像较早呢，爱大细声嚷就大细声嚷啊。我们一定要理性。你有可能为着你一句话，你失去终身的幸福，跟你所有的利益，所以呢，一定要控管自己，要掌握最佳的时机。然后做出正确的判断，像咱即马，恁就是做出非常正确的判断啊！哎，
这个民政府说这条路走得出来，我们就是要来斗走。那么替自己打一个婆，我们有够巧的啦。秘书长说不知道烧多少好香啦，那位叫也叫不入了。鬼祟在哪里？不是我们含慢跟他说，也不是他听无，福报不够。有的人呢，入目做足大，半路就落车。我说他的车票就打到台中，要怎么坐到桃园，对不对？真的有这一回事啊，福报不够也没有办法，这不是迷信哦，这是真正的果报啦。接触能够激励别人的人，你就是说怎样，像我这吃鸡婆的就足够激励别人嘛，对不对？足鸡婆的就是会激励别人啦，不要一天到晚嫌别人，还是说负面风听那种人，嘿，你会很消极哦，会走不动，就是比较积极开朗的人，你爱跟他多接触，才不会影响你的情绪啦，了时间啦。我有一遍吼，拄啊日本搬倒来高雄的时阵，有那撞到一个朋友，跟我共姓过，古济，咱共姓过。哦，我捌足济迄好嘢人吼，我带你来熟悉安尼啊。我讲，哎呦，我拢无共呢，我拢捌咧歹嘢人啦吼。无一项医病，我拢啊叫来医免钱的吼。伊讲啊，安尼你磁场不好啦，你的晦气会很多，对你不好。我想，哦，这个人该这么自卑安尼，甲我讲安尼啦。等到有一天啊，到起码十几年，我有体会到啦。你吼，逐天听人唱口调啊，不是袂使啊。咱要有能力、有心去帮忙他吼，那是没错啦。但是你也要多接触成功的人，然后积极的人。无你逐天听负面的吼，你这个音波一直灌入你的脑吼。哎，我有一个朋友哦。逐天听人要自杀，结果去跳个乌山头水头嘞嘞，阮个同学呢，伊拢无代志，人伫失恋伫自杀，讲伊也对人去，那是什么？他那个不好的音波接受太多，有感同身受嘛？甲伊同款吼，敢若是有些失恋，甲伊同悲伤啊，所以悲伤的事情，虽然我们要接受，但是我们要尽量去接受一些好的磁场啊，吼！所以我的那个朋友吼，迄阵啊讲要招啊吼来做房地产，哦，即摆赚几亿个呢，吼！赚几亿个，我讲，我会记住你甲讲迄句话，你的想法是正确，我的不是不正确，但是对我自己很伤害，而且没有利益，吼！不过我觉得。我这样也好啦，吼！人讲安那赚无闲钱，嘛袂较歹啦，吼！只是讲对咱的心情来讲，吼，咱的伤害较大，我们就好像安尼，足物质嘞有无吼？比较暗淡，高兴不起来啦。所以咱若讲要有较好的前途，你一定要接触比较会激励别人的人，比较有乐观的人。来，咱远离常常发烧、牢骚的人，要积极的人。所以讲反面过来哈，逐天拢咧发牢骚的人哈，你也尽量避免啦。因为咱起码哈，头脑里面我们要真正把咱要执政的事情就在眼前，我们要把我们的思绪、咱的思维、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智慧，尽量去建立起来。到时咱接政的时阵，我要来做什么？做好准备，咱莫浪费伫遐吼，每天吼唠唠叨叨啊，讲遐乡姑村婆的话啦，吼，逐天讲遐一文不值的话，对我们没有帮助，因为我们现在不是一般普通人，我们的任务非常重，对不对？咱的责任担伫心啊，咱爱。勇于去承担呐，哈，卖浪费生命跟我们的时间哈，来改变思想就能改变人生。所以呢，我伫社会流浪跌跌撞撞非常多啊。以我的经验哦，我搁再去研究讲，
这只奇怪，事与愿违。我要做安尼，伊就变安尼；要做安尼，就变安尼。这是啥物碗糕？吼、哦！所以我嘛是去跟人讲研究啥物名利。研究究的讲啥？名利就是你的思想问题啦。咱人讲要改变你的命运啦，人讲命是会改一个，要安怎改？改你的想法啦，你的想法来配合你的行动，你就会当改啊。所以若要改命吼，来找我改，啊，我家己都已经改过啊嘛，对不对？要相信无？吼、哦，所以讲，咱拢卖讲一定爱对人，每一个人的人生，甲你的历练，你的能力。都不一样，卖跟人比，人讲人比人气死人嘛吼，所以卖跟人比，我们尽量发挥我们的专长，你一定可以改变你的人生。那乐观的态度对人生莫大的帮助，一定要乐观的对啦。袂使讲哦，前面一片黑暗呢，哇，但这去唔知过安怎，烦恼一大堆，对咱代志有帮忙无？无帮忙，所以讲。我们按部就班，啊，勇往直前，咱的人生一定是彩色的，对不？哈、哦，所以讲啊，要增进良好的人际关系。像即马，啊，咱来，大家拢恁这班呢，等下就甲上上的名写写。你要知道，你来这里，你认识几个同学，以后恁大家拢分配伫咱的各单位。你们都可以联系，啊，每一个人有一个专长嘛，都可以互相来帮忙。所以呢，咱尽量那有等啊，爱去招人，大家互相留电话，啊，大家人来通往，我们这是一家人。所以呢，你熟悉愈侪人，你就得到更多的协助，你的帮忙你的人就会愈侪。安尼有理无？嘿，唔好家一个来啊上课等个，啊，搁家己一个人。安尼拢无得到帮助，咱来家吼，就是讲安那进入一个大家庭，每一个都是我们的姐妹、兄弟姐妹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吼，一爱大家拢熟悉，啊，做伙探讨，做伙研究，来用人之道在于知人善用，人就是讲安那，适才适用嘛。有迄个无路用的将军，无迄个无路用的兵啊啦，兵啊，每一个兵啊拢就有路用，是你会用该用无呢？哦，啊，人迄个国民众足敖的呢，足天才的呢，安尼穿毋是遐大堆，啊，讲安那，得管袂赢的时阵吼，你发呢，拢去用尖尖条叫一个白人啊，啊，咱毋通用迄啦，笑死百外人，讲伊啥物国家的外用都外用，都爱搁叫。白人出来呛声，过去你拢知影的嘛，因拢有在用迄刀的嘛，吼、哦，乌白讲个两刀，佫加一刀咧，咱唔免遐侪刀啦，对无？咱正刀安尼甲用落一刀就足好用啊，对唔对？吼、哦，啊正，人讲正气冲天呐、啊，所以讲你爱用人爱善用，为什么？咱做事就是讲以事不以人呐、啊。那么，咱感情另外感情的代志，做代志以国家政策法律为基准，咱袂当讲，哎呦，这阮孙呢，啊，这阮小妹呢，什么都可以，迄袂使。啊，人情放一边着，吼、哦，伊拢会甲我斗讲，好个在，哈、哦，真正呢，啊，这属于吼，就讲了足好诶，要管理别人吼，首先要克制自己。就是讲，你要管别人的时阵吼，你爱先管好你家己。咱家己管会好无？有信心无？看我共同来提升、来拍拼、来鼓励。时间够啊吗？哦啊，我这有108条呢，啊要讲啊，当时即马呾24条吼，哎，我话塞伤济啦吼。啊，讲无到足济内容，啊，希望大家人吼，拢爱认真拍拼，啊，有信心。继续拍拼来努力，多谢，多谢。啊，各位同学，下课要更早分钟，好，下课休息10分钟，等一下还有闭幕式要上哈，好，先休息10分钟，谢谢。